这一期呢，把基地改装了一下，来看一下改装了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地上撒满了钱币啊！但是 Trevor 非常爱钱，所以他把钱呢收集在地上，虽然说用不太到。OK， 我们这边改装了一个电视机啊，桌子、沙发还有墙面啊，这个原本是改机车的地方啊，哈哈，享受一下人生啊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看一下外面有改装什么东西好了。OK， 这次卡尔要在家把守啊，那我会带瑞克还有一些生存者出去收集一下物资，然后马兄这次也是在家锻炼一下哈。OK， 哎、欸，瑞克还在里面哦，瑞克不出来。OK， 我们听说这边的居民啊，说他们的老大去那个旅馆那边，就是去寻找生存者，然后一直没有回来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先收集一下物资，然后再去那个地方找寻他们的老大。奇怪 ，Rick 跑哪去了？他不是在里面吗？刚才他跟我一起进来，他卡住了这，别闹了好不好？过来 ，Come on，Come on， man， 出来喽！你看这个阿妈都变形啊！好，居然不理我！你看酱狗出来一下，看来我要把你抓出来了。阿妈都比你行啊！好了，出来吧，等你很久了。OK， 我们这个，诶，这怎么倒啦、啊？怪怪的。诶，诶，为什么有两个马熊？怪怪的哦。Look at this！ 看什么看啊你？算了，不理你了。哇，这个门改装了一下，这里有门，这样僵尸就不会跑进来了。OK， 然后。看一下这个、哦、啊，忘了切换东西啊，囧啊，我改一下。OK， 这个大门啊，这样打开，然后我缩小这个范围啊，僵尸就比较不会进来了。那这里还可以把手没有？这样把手，是不是很棒啊？然后对面还有两个人在把手，他们在休息哦。还是这样抽烟吗 ？OK， 我们先开车出去好了。我们先到最近的便利商店搜刮一下。最近的在这里耶。OK， 出门啦！看到没？看到没有？大门打开了。对，至少还可以撑一段时间吧。将就一点用。奇怪，路上怎么没有人啊？连个僵尸都没看到、啊。啊，不管、啊，我们快到便利商店了。来，下车啦。好，你们在门口把守一下好了。Stand still。OK。奇怪，为什么你脸上看起来怪怪的？是我错觉吗？嘿嘿，阿嬷看起来怪怪的啊！等我一下啦。欸，我食物是不是满了、啊？我先补一下好了。OK， 把它补满一下，然后再拿一下东西。哎、欸，这饮料不能拿，这个、啊、这个才对吧？哎、欸，好了，东西拿完我出去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阿麦被干掉了？瑞克是不是你啊？你干的好事，旁边还有僵尸啊！
我先搜刮一下身上的东西好了。这个阿嬷太可怜了，完全没有反击啊。好啦，瑞克上车啦。你在发呆？行不行啊？你给我上车啊。不好意思。在干嘛、啊、哎呦。需不需要帮你一下啦，这样子。好啦，你别你受重伤了，不会吧，这么快。哇 ,Rick, 你怎么被干掉了，天哪、啊、这样我怎么办 ?Rick, 好 ,Rick 应该受重伤，等一下送他去医院好了。我先把这边的丧尸干掉哦，眼看都快天黑了。Party time！ 我捡一下东西。哦，这有六个耶、哦、好多哦。这才一个。哎、欸、又是 Rick 的尸体啊。哎、欸、我射不到他，要动来动去的、啊、喂。哇、哦、后面有个红色衣服的哦。看起来很凶哦。Rick！啊，他受重伤了，我先把他带回家一下哦。我先把他放到车上去，放到车上。好，上车啊！这样你会不会掉下来啊？把你射下来。哦，好 ，Rick， 躺好啊，就掉下来了。哦，我觉得他会掉出去耶，那我就倒车好了，这样子比较不会掉出来。Rick。不能没有你啊，你是主角啊。好，又掉下去了，又掉下去，拜托你。好，我要倒车，巴古巴古。Rick， 不要这样啊，地上很脏啊。OK， 好，我觉得他应该撑不到那个地方啊。请问他不是无敌的吗？为什么他挂了？下来，好，你躺在上面哦，不要动哦。我载你回去，这太有喜感了，直接飞出去了啦。啊，我直接重生一个好了啦，这样这集瑞克累残了。Come on, move！ 我先开回家好了，真是的，太丢脸了。啊，真是，这一天真是不太顺啊。好。OK， 回到家了，哎、欸，门打开一点好不好？好了，经过一夜折腾啊 ，Rick 终于回来了。哇，他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了，好吧 ，Rick， 你还行吗你？不行的话讲一声啊。好，这个我们可能要等到白天再去这个 hotel 啊。传说中在这个北方啊，北方有个 hotel。我可能要找一下地点啊。这个附近有个 hotel 啊，废弃的 hotel 在这里啦，在这个地方。听说他们的老大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要去这个地方救他。那我们可以开着他的，这看起来就有点远哎。我们直接开他的直升机吧，他直升机在这个屋顶上面啊。OK， 好，我们就先过夜吧。Rick， 你把守一下。好 ，Carl， 你在家把守啊，这里交给你们了。我休息一下，哎、欸，我的帐篷在这啊。Rick 居然跟过来了，多么害羞的一件事情。OK， 天亮啊。Rick， 还是你要在我的房间休息一下，我有电视机，还有沙发，还有啤酒啊 ，OK。还是你要跟着我去啊？我觉得你还是跟我去好了。欸，为什么那个东西在飞啊？是垃圾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在飞啊？哇，那怎么飞进来的啊？我突然觉得我的枪好帅啊！啊，这不是重点。好，先看一下这边的妹。哎，小妞，要不要出去兜风一下？居然不甩我，好吧。Rick， 走吧。好，我们的直升机在这个上面。欸，为什么这边有一台车啊？新来的车吗？
昨天没有看到他。哎，我上去。好，哎，这个怎么过去啊？这个是哦，在这个地方上去啊。OK， 哎 ，Rick， 来来来。OK， 我们要坐那个直升机啊，那个直升机在对面。哇，这第一人称还真不好看，难操控。OK， 不管了，上车。Rick， 行不行啊？要不要帮你一下？我觉得你很需要帮忙哎，我来帮他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在哪边啊？别告诉我你不会爬楼梯，好不好 ？OK， 把你抓上来。啊，就等你一个了，快点。好，起飞了。路途遥远，又起雾的，还好是白天，晚上就很糟哦。好的，我们快到这个 motel 啊，看到前面有一堆的树林啊，应该就在前面了吧。那我们把直升机停在门口好了。我看那么多树应该也不太好降落啊。停在这个空地上面应该 OK 啊。准备下降喽。好，安全着陆啊。把瑞克。小心哦，这边还是有丧尸哦。跟着我好，跟着，要走丢了。我们第一人称看一下这个场景啊，这个场景荒废了很多年的样子。这边有一个箱型车哎，等一下有个僵尸靠近我，先把他干掉啊。You are utterly ridiculous.啊，没中！啊，他应该不足以造成威胁啊。我们继续走一走，哎，没有一只啊。Let's see what you got. 这里有躲一只，哎呀，看到你了。哦，这些是要逃走的人他们的行李箱吗？东西很多，可以搜刮一下吗？哎，打不开哎。耶，靠近我，靠得好近哦！耶，没中。Rick 都不会帮忙一下的，带你来做什么的啊？真是的，我们兄至少还帮我打一下僵尸，你居然在旁边看，好，非常好。Come on, people. 好了，咦？这边的丧尸没有城市这么多啊，但还是很多耶。哇、哦，这什么废弃的车辆吗？哇、哦，哇，这个 hotel 好大、啊。我们先巡逻一下，看看这一楼有什么东西好了。Why hasn't someone sensible shot you yet?哦，没中。哦、为什么刚才还动一下？垂死的挣扎哟！哇、哦，看起来好大只哦。这里有什么？这里好暗啊！我应该出去一下哦。哎，这里吗？前面看一下，
好，Rick，我们去二楼了。这里有点可怕。Dumbass！喂，这边前面的丧尸也太多了吧？Rick，快走，这里很危险。我们去二楼。这边风很大吗？感觉垃圾一直飞。哎呦，My God！丧尸。You look like you struggle with simple tasks。哇，这个墙壁都怎样？全部都长满了花花草草啊！天哪，这个地方好脏哦！奇怪，会在这里面吗？哎，这上面好像有个路哎。我们去上面看一下。哇，你看那个游泳池堆满了杂物啊。是从这边上去吗？诶，这边有个这个诶。难道这是他的帐篷吗？还有睡袋。奇怪，没有看到人啊。丧尸在你后面 ，Rick。喂，帮忙一下好不好？这也太多了吧！哇，快走快走快走！这里这里有吗 ？Rick 后面啊！哦。后面后面，太多了吧！我拿机枪来扫了。哎呦，听到枪声都过来了。Rick， 好了，你挡在那边也可以啊，挡住僵尸，让我扫射一下。好，清掉了啊！啊！救命啊 ，Rick！ 不要那么发呆啊！哎，我站不起来哦。走开呀、啊、！I'm out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清掉了啊、哦！到底是怎么上去的、啊？应该是从另外一边吧？这什么意思？红色这个什么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这里好多喷漆啊。哦，咦？这是我刚才来的地方吗？怎么有个尸体啊？糟糕，天黑了，还在这边啊 ！Rick， 快点过来，我找到路了。Rick， 帮忙一下，丧尸太多了。Rick， 哇，那你来是错误的决定啊！而且你还是在家好了。还有躲一只吗？哎，前面的车辆为什么冒烟啊？难道在前面那个地方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Rick， 走，赶快清掉这边的僵尸。去吧你！哇，他掉下去了。Rick， 走！我们朝那个刚才冒烟的地方啊，报告那个天快暗了啊，僵尸！快点，快快！这台车怎么爆了？怪怪，难道这附近吗？帮我找一下，他应该在附近。哎，是谁？耶稣！原来他们老大是耶稣啊！